唱歌吗？我不要唱歌。要唱什么歌？我想不到哎。你现在在排了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里昂的罗马戏剧院，不是竞技场。然后呢，这是半圆形的，然后所以在这边唱歌啊，坐很远的人都可以听得到，然后再远一点都可以听到回音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那请问记者，你现在有听到回音吗？我站中间，不太听得到。可是我们刚刚在那边的时候啊，有听得到，就是中间讲话的人回音，可能要再大声一点就听得到，有一点点，你有没有发现？记者不要再骗观众了，好吗？有啊有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阶梯呢，比较低阶的，就是比较有钱的，或是 official personage official 了，就是官员呢，他才能坐下面。然后那个本来其实上面都会有那个屋檐，还有墙，这样子的话回音会更好。可是现在呢，都消失了，所以我们推测可能是木头做的。就一定是。他是推测木头是做的，不是木头做的。哦。然后这些介绍的话，可以在那个 museum 的中文是什么？博物馆可以看到。